们是侨汉中学广设计群，就是广告设计科。然后这些卡片是由我们就是学长姐们就是制作而成，然后加上上面的字。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是为了帮助就是创世基金会韩氏三十这个活动，然后帮忙宣传就是他们有关于1月22号的尾牙，然后就是会请一些独居老人、单亲家庭，或者是一些韩氏们，就是可能没有家可以回去的人，然后就是让他们有可以吃饱30分钟，就是在30分钟内吃饱。回家的街友们能够有这个活动，里面可以在一年最后的一天有一顿可以饱餐30分钟，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带领他们回家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爱从回